好，啊，再开台了啊！春眠不觉晓，但我演出了，愿拍拍两下，不拍就拉倒。谢谢。谢谢啊。今天人来的也不少，反正也不多，不多不少，这是正常。多的话就不愿唱。说实在，才说的好，山不在高，有仙则灵；水不在深，有龙则行。衣服不论贵贱，能穿就行啊。朋友不论多少，一个真心的就行。媳妇不论丑寸，能他妈过日子就行。观众不论多少，能来点掌声就行。谢谢。他说延吉的父老乡亲就是讲究。来吧，今天我自己来一个京东大鼓，来不定唱好，新学的唱好唱来，多凭大家捧场担待。没有最好的演员，得有最好的观众，有最好的观众才能捧出最好的演员。谢谢。咋的？还不叫吗？来，行。我走上台来，笑迎啊迎啊，唱一个这林东大鼓给朋友们听。唱的不好啊，朋友们多担待呀，哎哎哎呀，能不能没唱之前给点掌声啊？晚上那个脱下来的鞋和袜呀，哎呀，不知道第二天还提不提呀？哎呀，大实话吧，忍下了金钱不背走啊，临走时两个手还是在空中里。哎呀，五十的上下岁。
活到了六十岁，我也花甲子长，哎呀，人到那个七十岁才是那修来的，人活到了八十岁就把天就把天正寿啊，哎呀，人活到了九十岁我是不来稀呀，人活到了一百岁他妈咋地也得走啊。上台人来唱上一段了人间大实话呀，哎呀，唱好了唱来了，朋友们一边提呀，哎呀，谢谢，是不是实话呀？就是这么回事儿。哎，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暗乱的十大主调靠山调来。今天也没有人啊，这些他妈婊子都他妈走了，我操他贼妈！来。都他妈出去养汉去了，操！当听就啊金榜得中。头一名啊，回数着我东莞社来十里长亭，我乔装啊改扮花镜，高房二妹啊二来迎啊，我偷偷我溜进了王府的花园，哎哎哎，遇见了好心。我托春红给二妹捎个信，就说我落班转回家中啊，我在后花园把二妹等啊。我那邓九公英勇无畏，陈塘那李忠英文武双全，土行孙那会主棍身小灵便，邓残玉的武光是没人敢拦呐。雷震子在空中，雷
太师的是麒麟魂殿天仙啊，他长得有一个雌雄大变，带领着那四徒弟前去救人，最可叹那师徒四人死到阵前啊。谢谢。